我们常听到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，但我们真能用到这能力吗？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迟钝、不幸和悖逆，我们无法享受到基督的权柄，因此我们虚度我们的光阴，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活在一个无能无力的状态，自己的生命建造不起来，也无法造就人。但原来神呼召我们，就是为了给我们权柄赶鬼，也要我们用福音来释放人。所以，我们当懂得如何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权柄呢？路加福音10:3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。”这个代表羊都是无助的，并且我们所处的现场也有危险，所以我们需要权柄。这世界都是被有权柄的人操纵的。若我们单靠自己，只会被世界的势力压迫，被世界的水准、文化勾引、嘲笑。若没有神的权柄，我们不但不能影响世界，反而还会被世界吞食。问题一来袭时，我们就招架不住。其实，基督徒的权柄与世界的权柄不同，并不是地位比较高、赚更多钱，或是领导能力越强的人才算有权柄。但基督徒的权柄是来自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尤其当我们听从这位独一的全能神时，我们便恢复权柄了。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。”路加福音10:17，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”可见耶稣的名是带有权柄的，就连看不见的属灵黑暗的势力也会降服在耶稣名下。奇妙的是，虽然耶稣在3提到信徒被差到狼群当中，也就是说现场里有威胁信徒的势力，但也是在那样危险的现场里，在信徒的生活现场，在宣教现场里，我们才能经历到神真实的全能。各位，我们的生命里都有属灵的问题，而属灵的问题是需要属灵的权柄来解决。因魔鬼并不怕人的智慧、善行、勇气、殷勤，甚至是人的宗教，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权柄。耶稣也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”各位，真正的权柄不在于好的外在结果，真正的权柄乃来自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，来自我们对永生的确据。那今天我们要明白如何恢复神所给我们的权柄。其实神是借着他的话给我们权柄的，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，他能感化人心。神的权柄就在于他的话了，因神所说的必定成立。神是用他的话创造万物，也用他的话来赶鬼。所以我们若要用到神的权柄，必定要认定神的话、神的真理。也因神的话是极有权柄的，所以当一个人认识了真理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们的计划、决定、目标、优先次序等都会因我们认识了真理而改变。其实神的话也是一种情报，当一个人有了特别的情报时，他是比较占优势的。比如在世界里有了一些特别的生意情报，也许就能赚更多。在学校里有了关于考试的特别情报，就可能考得更好等等。同样的，圣经也给了信徒许多特别的情报，是这个世界没有教导我们的情报，不但是关乎属灵的奥秘，也关乎生活上的智慧。无论一个人接不接受神的话，他还是会实现，这就是神的话的权柄了。因此，一个基督徒若相信神在圣经里所讲的，那他就更能恢复属灵和实际的权柄了。圣经把如何对付那害我们的撒旦，如何管理自己的人生和我们所拥有的，如何亲近神、享受祷告的能力，如何面对人生百态的秘诀，都告诉了我们。
我们若信神的话而活，就能过又得胜又有权柄的生活。其实魔鬼不怕人懂很多神的话，但魔鬼是最怕人信神的话的。很多非信徒也懂，也听说过圣经的话，但他们就是不相信，所以他们享受不到神话语的权柄和能力。撒旦也怕人明白神话语的精义，因为只有神话语的精义才能拆穿魔鬼的谎言，并且只有在字面上懂神的话语却不懂神的心的人仍是没有权柄的，因为权柄来自明白神的美意。很多人是一旦情况不顺利时就失去权柄了，但懂得神的心意、懂得神美意的人是即使在困境中也仍有权柄，不会失去信心而摇动的。所以我们若要恢复权柄生活，就更是要确认和坚信神的话。另外，如果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，那我们也要按着真理而活才有权柄。权柄是当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时就临到那人的。我们与神的旨意和好时，撒旦便不能控告我们，上帝也会喜悦我们，并在我们的生命动工，也必应允我们的祷告。当然，在遵行神的话的事上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完全，所以耶稣为我们流血，以致当我们抓住耶稣赦罪的宝血时，我们就能脱离控告而恢复权柄。神说，当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时，我们便能向神坦然无惧了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活在充满黑暗势力的世界，如同羊进入了狼群一般，但要记住，与我们同在的权柄是大过世界和魔鬼的权柄的。所以若我们常顺服那赐我们权柄的神，我们便能活出福音的权柄，并借着神的权柄为神赢得更多失丧的灵魂了。